2023年2月4日，由唐山文旅集团与河南卫视联合主办的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将在河北唐山新体育中心打响。这是疫情后首次有国外顶级拳手组团来中国征战。世界功夫之王八人赛、中泰对抗赛都极具看点。从散打王时期，中泰对抗赛就一直是拳迷关注的焦点。武林风曾为我们带来多场精彩的中泰大战，包括翼龙 VS 播球一番战、王伟豪 VS 善猜等。这次中泰对抗赛双方的领队播球和魏瑞也都是大名鼎鼎，他们几乎是本国在国际上最知名的踢拳运动员，也代表了两个国家的最高水平。如今他们所带领的拳手也都是新锐力量的代表，是中泰年轻一代拳手的缩影。疫情几年，拳手都在卧薪尝胆，如今全面开放，他们都希望通过一场精彩的比赛来展示自己，成为下一个播球魏瑞。本次中泰对抗赛中方拳手的平均年龄只有24岁，绝大多数都来自唐山文旅奥羽光辉俱乐部。魏威阳近两年在武林风表现抢眼，这次他将对阵泰国自由搏击金牌得主布阿丁。杨明算是一位老将了，他曾大战巅峰时期的武尊，如今也成长为中国小级别拳手的领军人物。他的对手也是本次泰方实力最强的品佩猜，后者不仅是播球最看好的弟子，也曾拿到过多项荣誉。这场高水平的比赛值得关注，魁星张奎将迎战本次泰国军团年龄最小的比亚邦。刘志鹏、韩天翔两位00后小将分别迎战泰国 TV7 冠军苏赛特和泰国南部冠军苏亚。泰国拳手的比赛经验都比中国拳手丰富，中国小将们将面临不小的挑战。另外，在3月4日，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也将举行。本次赛事不仅有 WLF 67千克世界功夫之王争霸赛，同时魏瑞也将迎来 IFSA 67公斤级世界冠军 WKU 世界冠军马克西姆的挑战。中泰对抗 WLF 全球功夫盛典连续两天举办，也将成为2023年度中国踢拳的首次顶尖水准大战。武术搏击是中国的一张硬名片，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作为本次比赛的主办方，唐山文旅集团瞄准了中国搏击产业广阔的市场前景，凭借自身的优势，不仅和河南卫视合作举办了多场精彩的比赛，还建立了全国顶级的搏击俱乐部，打造了知名 IP 赛事，同时还构建涵盖了搏击教育培训和体育衍生品的产业，积极推动武术搏击与文旅产业相结合，实现文体卫教旅的全面融合。体育承载着国家昌盛民族兴旺的梦想，武术搏击又是最能体现民族精神和文化的项目。唐山文旅集团坚持以体育浸润城市，大力推广武术搏击文化，不仅向全世界宣传了唐山的发展新面貌，全面提升了唐山的知名度，更是让世界见证了中国力量。相信在唐山文旅集团的助力下，中国搏击定会迈向一个新的台阶。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